零零后脆弱，干乱下。儿子，下回腊肠别乱扔，留着做菜。爸，那是我半年前的袜子。手部严重真菌感染，肺部有待观察。爸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滚！我明明已经很小心了，为什么？先生，我们今天开一个活动，给您免费做个脸吧。好。双肺纤维化，肺结核，换肺。贵宾一位，里面请。先生，我先帮您敲一下豆吧。行。这啥呀？肿瘤，这玩意儿都能挤出来。你挺牛。先生，您办个年卡吧，里边有十次清洁呢，才19800。哦，行。那我先帮您做一次清洁哈。做吧。先生，您这皮肤那么光滑，一看就双手表皮组织坏死，还行，再深点就该切除了。哎，还有9次清洁哈。胆难杀，把裤子脱了，躺着。来，你们看，这就是典型的臀大肌。医生好了没啊？好了。你这回去啊，记得。哎，我真疼呢，在他臀大肌里。什么玩意儿这么像？来，坚守星10块一把。老板，来2把。小伙子有眼光，这玩意儿炒过之后那叫一个香。他，你切记，这玩意儿可不能生吃，剧毒。老板，你给我来张餐巾纸。再来10块的，钱放哪了啊？又骨折了。不是，我刚是不是撞到人了？头怎么晕晕乎乎的？我什么时候到家了？爸，我回来了，给你带来点蘑菇啊，放那儿吧。谁呀？你家孩子没事吧？啊，跟那看电视呢。擦大哥，来呀！哈狗孩子臭，哈狗孩子臭，来复一次放屁不喂啊。